长大家好，大家拿的是我们这次到龙湾山五岭基地各车的车次表哈，还有这个一些联络电话哈。那等一下就是各车就是由各带队官来负责学生中间的一些生理的状况。走，班长，走走走，辛苦辛苦了。那这次主要上龙湾山是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这次我们主要是到龙湾山，目的是进行我们军政院实体的校外教学。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前往龙湾山五岭基地了哈。那大家辛苦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装备上车，只有我们学生上车。国防医学院，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这次动员很多人力啊，超过300人到五岭基地，主要进行的科目就是高山灾难医疗救援的演习。那这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应用这个限地困难的地形，你看这里有斜坡、有山谷、有平台，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低压低氧的这个高海拔的地形，这可以训练我们的学生好对这个地形的困难的克服、生理的反应，同时运用我们跨机关合作的团队合作，能来进行所谓灾难的救援。我相信这绝对是课本所学不到的。在室内上的很多课，如果你没有来到现场实地的去体验去运用的话，很多你遇到状况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现在时间9:45，演习开始。到地面之后，你等下到白绳跟横绳中间，好，他自己装上这个发射板，好。我是搜救组的组长，然后我们负责的是那个伤患的搜救的部分，因为意外发生的时候，伤患可能会散落在各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去到更任何危险的地方去找伤患，同时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这样子。然后找到伤患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初步的处置，处置完之后会再把他们后送回医疗站，就是到减伤分类区那边。这边有一名左大腿骨折的病患，请黄区确认是否接收。我们在雨中，我们可能要还要安抚伤患，说：“哎，先生，我们现在要搬运你，可是雨可能有点大，先帮你做好防水，可是还是有点冷，而且要忍耐一下。”对，然后可能在后送的时候，他的一些临场，因为他会做出一些临场的反应，我们要赶快就安定他 IV 的调整。对，然后跟有时候我们胸口的渗血原本封好，可是有时候移动到会有些持续恶化，也要在临场做处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教官是我们老师啊，大自然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让我们真的是上了一课。支气管内插管，那像哎，应该先放进去。插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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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指令，呼叫指令，指挥官，目前三位病患已经准备妥当，可实施空中后送。好，插管成功，是吧？插管粘住，持续给氧。还有他的伤情和判断不良，胸部。高山肺接受，等一下，等一下，全部都走上后送，我们已经准备好后送，好了，让后续。好，非常谢谢。
大量医疗部分啊，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家各组的 互相分工。其实医疗组除了分内的事情之外，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是跟其他后勤组啊、搜救组，然后互相之间的就是交流以及合作。在这个演练的过程中，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可以更加了解说整个大量伤患是怎么进行抢救，然后呢，让病人的生命真相恢复稳定之后，再去后送，然后进行更多的医疗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验。那我觉得实际到野外操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毕竟在室内，在学校它是一个很安定的环境，那而且也比较轻松一点。那来到像合欢山区，因为超过3000公尺了，那整个地形也非常多变，那有溪谷的地形，然后有比较陡峭的地形。那在模拟实际，就说有一些灾难的现场的话，就可以跟实际比较相似，那这样操作起来对他们的经验就会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些军医们啊，这些未来的军医就应该多实际到野外来做这些救护的工作。如果说假设我们在平时对这个救灾的第一个技术、第二个观念，甚至整个流程不熟悉的话，甚至灾难来临，我们可能会手足无措，甚至也没有办法达到有效率的处理。那我们在学生阶段就让他知道说，哎，原来救灾哦，不是光理论性，而且实际可以搭配这个现地的一个演练哦，绝对是可以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以后绝对用得到。国防医学院军政医学实习成功。